像冰雹，来了一位夏先生，咿呀呀的喂的喂，记载先生高声呼唤，你的奴家算一算，给你几个大同伴，咿呀呀的喂的喂。先生开口先问原因，哪年哪月哪日生，请你仔细说分明，咿呀呀的喂的喂。奴把八字讲给先生，他把侄儿论一论，两人开口叫奴声，咿呀呀的喂的喂。恭喜小姐幸福无比，你的婚姻在眼前，嫁个青春美少年，咿呀呀的喂的喂。奴家听见毛红万丈，胡说八道不成话，给你一个大嘴巴，咿呀呀的喂的喂。奴家去年早已出家，我的丈夫就是他，还有一个小娃娃，咿呀呀的喂的喂。算命先生听见此话，连忙出门往外跑，一个同伴也不要，咿呀呀的喂的喂。